冷笑话大挑战。我问你，曾毅在树上唱歌，打一字叫什么？曾毅，非常帅气的曾毅。对啊。悠悠是谁在唱歌？温暖的寂寞。我知道吗？这不是三吗？我小学就知道了。这个还挺聪明啊！我会教教你啊。三角形、圆形、正方形，三个人约着去逛街，圆形、正方形都到了，这个叫什么？啊？哟，三角形迟到了，还是叫三角形是鸽子王？那不是你吗？你可别造谣我，我可没有。哎呦，这个叫做等等三角形。啊？对啊，他们都来了，全等三角形了。我感觉你好像在侮辱我。你的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了吧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。